主料面150克，辅料油盐水，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冰箱拿出的龙须面，煮面的水中加入盐，水煮开，加入面条，加入花生油，中火，不然水会溢出来。煮开后再煮2分钟即可。烹饪技巧，煮面先放油和盐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